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小意涵，今天带着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玩谁跑得最快。我不会告诉你们刚才跑过一次结果赢的不是我，所以我又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是要踩云团 biu 开门芝麻。哎呀，要再走过来一点，把这个拿下来。感觉我速度好慢哦，是上了年纪，连这手都开始感觉会抖哎，会抖哎。栀子花，再等我一下哈。存个档，哎呀，然后要冒着脚，哎呀，卡住了，脚烂掉的危险。哇，这样开门好爽哎。然后这个，哎呀，我知道有个办法。就是摁住前行键走旁边，就过来了。摁住前行键 biu 好，然后就可以下来蹭个档，开门，把东西剪刀拿出来。哦，听到旁边有剪刀了，有人比我还快，赶紧，我这次要吃星星。然后这一次给我的是粽子，算不知道会干嘛。下去咯 ，biu！ 还好没有死掉。村哥的，哎呀，继续往上走。我这手速很慢吗？赶紧的。很慢吗？还好啦。好歹。哎呀。就啊，到了。这个是要干嘛？哎，上面有个，我还要开耶。就切西瓜，哇，这么多西瓜给谁吃啊？继续切，切南瓜，南瓜酱血糖哦。就啊，终于切完了，好，继续吗？这回是砍竹子。云团，哎，有星星，喂，星星，我看到了，就差一点点就赢了耶，居然没有吃到，好吧，被小百合吃了我的星星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吃到了，好吧，这个图叫看谁第一名哦，恭喜小百合，有兴趣的宝宝可以去玩一下，蛮好玩的，